所以不一定要给你舒服的啊，怎么可以放过你？敢让你们这兄弟虐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吃阿妈白口香糖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想要搞我，阿妈会生气哦。不错啊，佩姐姐不错啊。对，有些时候拨一些时间给自己家人。对，玩游戏归玩游戏。对，像我这个人就很实际，我真的都会拨时间给家人，叫家人一起跟我玩游戏。嘿嘿，哎，这不是很好吗？大家一起玩啊，这样才 happy 啊。对，我这样讲是不是很实际？拨时间叫家人，然后跟家人讲说一起来玩游戏，有没有？哦，好强哦！你看你不掉，浪费一回合，应该不会因为这一回合有 GG 吧？其实八凤有一个好处，一个坏处，我之前讲过，这种的会让你的转珠会变弱。对，我就是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，有没有？马上转珠有没有？康博树自然而然就掉下去。哼，叮叮当，叮叮当，白心有捞吗？生产完了，是你姐夫不给你姐去工作，他不是不给你姐去工作，他是希望他好好休息。然后你老板又是，然后你的老板又是你姐，所以你现在变成这样。OK 啦 ，OK 啦，照顾姐姐还好啦。对啊。像这种就可以这样，什么奇奇怪怪的角度都可以弄进去。我看看哪边有附加消除。嗯，还很远，直接开。魔力龟龟。基本上，我相信我用的这一队，大家已经觉得啊，这个就是稳过了哈，应该是不会再有意外了吧？啊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？看一下哈，对吧？这队应该不会再有意外吧？如果这队还有意外，这个 extra 我打不过。等一下，平民百姓光马上抽一张，这样有没有够狠啊？我看看你 MH 到底可以把这关卡设计的如此刁难吗？看有办法刁过我这一队八风王家啊！入双入啊，入啊，入一波、啊。嗯，这啥小、啊？嗯，这哪一关啊？第五关。哎，我现在才打到第五关啊！啊，我现在才打到第五关啊！妈呀！所以前面都小怪就丢啊！啊，林老师哎、欸。好了，八凤王就是这好处，最喜欢八凤王这种爽爽的转珠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期待了啦，不可能啦！如果看光的资讯应该没问题。八凤前转珠不费，八凤王转珠残废。七七四十九大死因闹 calling， 因为我只能打五场，所以应该只有五大死因哎。对，绿下珠，跟各位讲绿下珠，就是你要消可以，可是你要绿珠。所以八风王真的，如果你想要练转珠的，不要太常玩，会像百姓一样，三只就 KO 了。所以这时候我跟你讲，三颗就妥妥，一颗一只。哎、欸，问题是我没有消强化，所以天宫帮补了一个，那个已经算好了，那已经算好了。我经过算过，那个叫做弱珠几率计算公式。等到我研发出来，我会再分享给各位哈。干，
讲晒的对，干啥物洛书基地也这啥谁讲啊小？这个要这样叠一下珠，啊，叠起来比较看，它是碎哦，那个三角星珠叠哦，吼、哦，冲冲冲的呢，冲冲冲啊！525大石英，我说你还真会错啊！这什么呀、啊？其实这个关卡跟轮回比起来，真的是小 case， 我是觉得是小 case。虽然说我想一次 KO 一只啊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是一次会 KO 两只的味道。卡清卡清卡清，哎呦！开，开了我没伤害，不行，一波带走。看我的叠珠啊，干这高难度啊，这高难度啊，这真正高难度。这叠珠有看过无？没看过吼、哦。我看一下顺序不对，再来一改，安尼。这先叠了一个木珠，再叠了一个光珠哦，这叫双叠的，一叠、二叠，看到没有？一波，棒棒棒！哎，因为八凤有出过时间，其实我以前是很会玩叠珠的，对啊，想当年，我跟你讲，有机会再 share 给你们看，看看我的叠珠谱，好不好？改是不是？改是不是？哎，我就转六 combo 就好，我把那个东西弄掉。combo 两 combo 三 combo 四 combo 五 combo 六 combo 2 4 5 6哈、哦、六 combo 啊，没有多的啊、哦，有多一个。这个翻车就要重刷碎片，对啊，感觉很烦躁啊。六 combo 啊，我们再来一个六 combo 啊，一 combo。两 combo， 三 combo， 四 combo， 五 combo， 把杂出弄一弄。哎，对，看一下，扣血100%行，没问题。那你可以去 get 到桥本岛啊。两光，两光，两光哦，挑衅我两光哦，看你有种，真是有种。你的意思是跟我机关没过，两光的意思就对了。哦，最狠在激我了，哦，你完蛋了，这不一波给你舒服一点总可以的，这说不过去啊。他说我两光啊，680万，什么都不开，嘎亮嘎亮嘎亮，看到那根毛没有插、啊、有没有？千年少看过不？啊？我看过不？啊？我看过不？千年少看过不？没看过哦，因为对你后边来，你才看得到啦，靠背，从你后面来你怎么看得到嘞？浮石骗你30吨，还没到。要记得光珠哈、哦，顺序改版了，好想睡啊、哦，好想睡就好。哦，好 ，Oh my god， 刚刚是 CD1 哦，
我看你没什么亲戚看的。黑龙利亚优质粉，干！其实你想睡是可以去睡，我刚刚讲了，对，不要熬夜，这样不好。所以订阅跑到上面了，是啊。妈呀！我尿差点闪出来，我刚正差点闪出来，干被小怪送出场，干！等一下大家一定他妈狂喜评，不要这样！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你们快乐，不，我的鸡鸡是你们的快乐，不是痛苦了，鸡鸡是不痛苦了。绿珠，这一波绿珠，把杂珠滤掉，相信我 ，Trust me, you can 绿 your 珠。You can 绿 your 猪，为什么要绿猪嘞？一定有人觉得奇怪。哎，我好好的，为什么要绿什么猪嘞？我正常打不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有人说不行。啊、靠北，没有人说不行。可是你们新猪啊，啊、嗯，这样就整排都是新的，有没有？再做一波没关系哦。哎，主要给我买一棍啊，这边差点，这一波给他 double 一点 ，double。Double 一点，好 ，Double 一点，快几级？怎么可以嘞？哦，你刚讲下一关新攻，你下次早点讲，我真的被吓死了。我现在我血量够，等一下，到底我现在是什么猪嘞？看一下。下关还图几、欸？不用看了，我一定是开这个。对啊，可是我要先看一下珠子好了。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卖遐钝啊！你遐钝，我看无啊。找新珠，靠！不要那个啊！哎、欸，新珠，哎、欸，新珠是这个、啊，新珠没变，光珠啦，光珠变木珠啦，光变木、啊。嗯，下回是附加消除，哎、欸，不，下回是突击。光珠是木哦，我先补个血啊。谢谢 Ewin 哦。这都不管，这都消整版哦，因为它三属盾。但是我知道木珠是光珠，所以我做了一个全体攻击的姿态哦。叠走，叠走，十二关哦，给他吐一下哦，不是啊，就吐一下没错，突击，咯啾，等下他会复活，这才是关键。我化解，哎靠背啊，有点难过哎。哎呀，不能出招！有没有？这就是八风王的好处。我不没有选择光苍蝇，因为我的转珠没有那么锐利啊。
三颗瓜，三颗瓜。我减伤，不然我一定会死。下一关一千多万、欸，我先绿波好了。王珠啊，给我一下吧。落啊！我靠！来个神魔共鸣吧，又没把握了。靠北外光珠没得消呢，林老师哎，我靠，挤在那边，没办法，我剩两回合，血量应该够吧，应该够吧，天哪、啊，千万不要不够。哦，天降，救回来，哈、哦、哈，神魔共鸣刚刚好而已，再一回合哦，这次光珠是够多了。不要老马，应该没有问题。OK 啊，缺了两个颜色，可是我有两组新珠，还有露娜，应该够，光珠比较刚好多，贝利少一点点，可攻击就比较多。再来一组，再来一组，哦，谢谢你的火珠啊，再见啦。Kidding, kidding, kidding！ 哦，这一波真的是赌很大哎，还真的有点危险。说实在话，不加小组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我的乖乖，消木吸血哈，两趴嘛，我在，我几趴都被我的吸啊。好白啊，白鬼哦，安尼有鬼。开灯，开灯！我靠！妈呀，好硬哦！到几点不知道，先把它干掉再说。2%，一颗2%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0、16、16，干外系我、啊，谢谢棒死0721，啊，如果念错不好意思，我用不太好，妈呀，嗯，三颗他不会死，1000多万，这至少要200万的血量。结，只有这一招才比较安全。
但是要吃一点天降哈，好像是这么说的，应该是会有天降了啊，因为现在只有需要光暗两属，倍率极低啊，极低不是极低 ，OK， 极低。我思考一下，还没别招啊。200万，天降个两组颜色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反正这么爱降就来一下，哎，一组，哎，一组再来，哎，灌，哎，灌，哎，灌过去啊！谢谢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Dan，、对不起，名字太长了，我不太会念。对，谢谢你的追随，我真的看不太清，看不太那个，看不清楚你名字怎么念。英文没有很好了哈、哦，金交星盾哈、哦，嗯，可以全体打哎、欸，那我现在什么都不打，这样不妙哎、欸，金交星哎、欸，这个星是不会被消除的、欸，干我先把它干掉好了，干它有200多万呢、欸，我操，怎么会有这种关卡、啊？谁设计的 啊？干这。干这怎么交代啊？哦，这样会加薪，所以就交代过去了。哦，好吧，既然这么说，我也无话可说了。好像是这样哎、欸，如果设计的难一点，应该会加薪的。反正都进销薪了，应该直接处理掉好了。My God， 剩一波的机会，等一下哦。我思考一下，刚只打一半呢。干，这回合数真的够紧绷，厉害厉害！设计这个人真是啊，是我不能除技，不是我不能那个。哇靠！后面都不能补哎、欸，干这一波一定要跟他赌了。这样消息一个多少？10%，这样算一下，10%，10%是17,000，17,000加上。等一下，不对，快呀！你这么着可以存上回合啊？不对，我现在就算不开，只是撑一回合而已。下一关还可以上啊？可以撑了，可以撑了，真有！我想看啊，17,000,17,636，算一下，17,636加上。哎、欸，不，1763了、啊，靠，现在剩掉，1763加上13197，加上1763，我可以烧两下 ，OK， 来吧，就让他烧两下吧。其实我应该不用烧到两下了，我的技术应该 OK 啊，一下。哦，那个新珠反正它不会消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等一下，那边好像有一个 combo 的影子哦，我看到一个 combo 的影子，就是两下过来，有看到？我看到那一 combo 的影子。漂亮，没光珠，所以我刚刚的确是撑了一回合，没光珠。一支120万，我干袂使，两支安尼我稳死啊！阿峰注定要亏啊！浪费我的技能啊！嘎叮嘎叮嘎叮，对吧？不该八崩会死啊！
所以哦，轮胎有骷髅头。这个伤害我看一下，20000多，靠北啊！我灌到吸力都在吸啊。下关无鼠盾，我现在就是要一直碾就对了的。我操！所以官网还给你1000多万，那操，那一个凶。但我刚好像话说太快了，我现在发现有点危险。看，没挂出，我操！操！没挂出。前面你念。哦，所以当我很难过的时候，你们应该好过不到哪去啊。对啊，应该说你们会比我好过一些，不要说过好，因为我过得很轻松的话，你们应该就一下就秒过去了。你想要给他断光珠啊？干！这血量看起来是 OK。哦，我这一波是做一个不攻击的攻击哦。何谓不攻击的攻击？就是不攻击，对对，就是不攻击。为什么要做这样奇怪的举动呢？为什么？直接解释好了，让大家在猜，浪费时间。因为我要绿珠，我要绿光珠，顺便存一回合的技能。我要绿光珠，你给我消光珠！你听不懂中文的、啊，他听不懂啊。我要绿光珠，你叫消光珠。消光不好打哎、欸。这一波用力打应该没关系，流星珠。流星珠啊，平民百姓，干那都无好流的，我嘛做想要流的。靠背啊！再流，战术哦，战术哦。用战术弥补你的回合数哦。这时候做高 combo， 但是 ，but 不消光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这就是战术啊，各位。有没有点出各位的意料之外啊？我干，这样也可以磨，没错，这样也可以磨，没错没错没错。就你只要会磨，善用手动卡牌，发挥最大的魔技啊！魔技魔技，谁是世界上最帅的男人啊？肯定不是你啊！干，好，当我没说过。哦，这时候你尽量消没关系，因为 你已经没有攻击珠了，因为你要消无鼠。但是你没有无锁，问题是你没有无锁。
不要专心，不要专心，你听不懂中文吗？哎，他死掉了。哎，靠北，不想笑到。实习官注意啊！这实习官我不能干嘛？说真的，我不能做什么，就只能被他锁，我没有解锁了。路径燃烧了，对吧、啊？稍微奇迹只能在18哦，没有，我觉得刚刚那关比较好写。嗯，我想一下，路径燃烧1000，我个人认为先杀掉路径燃烧，七 D 四。我有的八风王加持应该转诸事啊，实力就越升了哈、啊、一个等级，我跟你讲。看到这个路径没有？看到这诡异的路径没有？连我都不敢相信我居然能够转出这样诡异的路径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诡异的路径啊？我还真的看不懂、欸。对啊，这是什么鬼路径啊？其实看起来这关好像也可以磨。耶呼！加油啊！加油，撑住哦，撑住哦！观众就等你这一波了啊！不要这么早狙击，要狙也要晚点狙。啊靠北！15就来个大风车，来个大风车。叠珠过去，过去，斜转回来 ，perfect 啊！这种神叠珠啊，有人能出其右吗？啊啊，没有出其右，左右都有。哦，好了，算了，这一关才是可以磨气的，好吗？看到没有，舒服啊，舒服磨啊，舒服舒服。哎，我个人认为康博数要保持哦，摩克林一小块危险，危险嘛嘞。够灵，想要领位了，不知道你想要领位了。有没有？为什么我说百姓台的观众的程度都比较高、啊？干，因为玩到这么惊险的也没几个了。我这样讲，你这样讲有没有道理？对，你要玩到这么惊险，也真的是不容易耶。这个我死都不笑。技能满的不用，技能满的吗？真的吗？啊，还没卡早讲呢，那个谁啊？谢谢你，那个 STY， 谢谢谢谢。对，他那的我自己都不晓得技能满。啊，对我真的不晓得。对，因为我刚觉得技能 还很久啊，不知不觉就把它磨过去了。但你生生的熊猫机关 GG， 配得好久啊，那回合数不足了。有没有看到没有？我们的观众眼睛多利啊，连我啊自己都不知道，我的技能已经磨满了啊！谢谢 W 192-1500大大啊！18关哈，随机之上燃烧这么舒服的一关卡、哦，我看30盾手下金光那个比较难过吧，这个应该 OK 的，我就是用力锤过它就对了。10%而已，感觉想要把它撸过去，不，我想要撸好了，多一点光珠出来了，干，他那个智障燃烧好鸡巴啊，怎么会都在正中央啊，一样小杂猪哦。还没有别的那个，靠！每次想要讲漂亮，很多很多那个
我留了一组新珠哦，哎，留了一组新珠哈、哦，要吸第二嘛，我觉得应该还 OK 啦。哦，留这组新珠是留对了、哦，没有留错、哦。怎样才能留新这个？以后就教你们哈、哦。干手撞到，我看一下、哦，这边好像比较好那个。这算的东西，大概应该是整个啊，整个就整个都是洗屏的一个画面哦。哦，终于旁边了，你在洗啊你。哎，新珠不会补血。等一下，我要三波爆发哎。有点危险。说真的，打起来是真的没有那么相通那么简单，还是有点难度。不要教主技能重置，越战越强。赢，这应该算赢，因为他说明没有写很清楚。我那时候标的时候，我只写越战越强。这天要开八凤凰，我也吸氧。北王二血，八风王冷。北王第二条可以全部存回来。哦，这是谁 ？Will， 漂亮，漂亮。一亿挡百不是盖，一亿挡百不是盖的，真的漂亮。我喜欢，真的我喜欢。干，我越来越喜欢你们了，超屌的。那一个战术讲出来，干，真是精辟啊！精辟啊！直接开了，我直接开了，全部磨回来，这没问题，我马上照办哦，百姓照办。哎，妥妥啦！干，你知道你讲那句话，整个我信心100分，你知道吗？干，看到我的观众没有啊？啊，大家都在看啊，你们都是观众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对啊，大家都蛮厉害的。我操，他妈差几 combo。为了多弄那个，差点真少弄这个。问题在转回合数，因为我在十二回合 OK 啊，这个一波把它带走就好了。手下进光暗嘛，回来，快一波哦，手下进光暗哦，所以我只能消水火木哦。来吧。漂亮哦！手下金光暗嘛，没问题吧？我应该没转错吧？三组盾嘛，水火木 ，OK 吧 ？OK 吧 ？OK 啦 ，OK 啦 ！Get in， get in， get in。还等于八行不顺，在这八凤凰面前，你看是什么？你像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八凤凰面前怎样？嫩，说得好，我有，但我喜欢嫩啊，八行不，二四。那康博士有点危险哎！现在是鬼胖鬼康靠背看拢无，
哎、欸，还真的只有刚好八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有1000多万哎、欸，我打起来怎么好像还好啊？好像他没有那么多血的感觉。哦，干，要不要弄掉他的球？哎、欸，通常这时候干，其实我觉得是因为是紧张，不然怎么会那么多意外啊？对，我这觉得是紧张哎，因为干我去手撞到自己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多人多进啊，你紧张啥？对，最多康啦。应该不会全部都是五吧？哈，应该不会这么厉害吧？另外这设计关卡设计啊，干！我现在手超紧张，整个粘在荧幕上，你知道吗？叠珠哦，好了，不要这么耍帅，直接这样就好了。看一下怎么取啊？其实是可以这样，可以再一叠。有这样的苍蝇，我的很细啊，我干给紧张啊。啊，大家看是不是很稳妥啊？啊，今天不好意思没有抽卡啦。欸，那呢？干，那是怎样？欸，康博数，欸，都怎么感觉越来越少的感觉啊？我应该不是错觉吧？对吧？我就觉得都是五啊，五那种感觉。现在干算是怕手滑，你知道吗？按超紧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们看我转速可能像智障一样。其实我自己都觉得干这些转那小，卡里下你知道吗？哎呦，因为很怕珠子不受控啊。哦，给灵。直接普攻，我用二血直接普攻，袭击能都只射一吸，太超过会死。大王打这个关不难，只是两张路西法都得满级交。你会失误？老马不会啊，我刚刚按很好。等一下，我累死，我现在不要碰啊。我七星以上，他只是抓羊的。转速时间怎么那么久啊？退坑的时候刚出百鬼啊。那你现在回来就对了，没有错。你只要看我的台，你就会不知不觉又会想要玩神魔之塔了，因为我发现干怎么有人可以啊？可以帮神魔之塔拍那个七大使，应该拍成这样的。公干这神魔之塔真正是啊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转不过去，转不过去，不要制造效果啦，平民百姓。干真的有点手有点那个汗。两回合。好难转哦，他那那凶，干现在按超大力的，我因为最后了，我不想死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应该放松就过了啦，干，可是 我觉得我不能放松。我、哦、靠呗，干才讲完而已，我、哦、靠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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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应该够吧？哦，靠呗啊，干这不行，这干太刺激了，哎、欸。光你被洗了，所以不一定要给你舒服的啊，怎么可以放过你、啊？敢让你们这兄弟虐那么久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吃阿妈白口香糖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不要想要搞我，阿妈会生气哦。哎、欸、，KO。靠背啊！我还没他妈欧啦，你就死了！干，他知道他死定了，他直接自杀了。他知道死定了，直接自杀，又不是第一次。啊、不是，当你如果一个关卡打很久，你自然而然就会紧张了。就最后如果没过的话，不是太大问题。看到没有？满分哦，我来讲哦。看到没有？满分21520分，有什么气势啊？啊，到死啊！我来，我来，哦，为什么看魔术会不会有点少？就是因为它掉不够多，而且黑色很多啦。你以为这样我就过不了吗？嗯，你有掉黑色很多我就过不了吗？